道哎、欸，我哦那个、啊、我刚刚眼跟灭镜啊没有太子哦，零报仇喽，抽通关，抽奖没有，我一直都没有烂东西，抽通关，斩击符没了。麻痹战斧，麻痹！感谢牛奶帕克，感谢感谢感谢！终于白等了，你就知道我中间根本就很长时间都没在玩。要参与的，感谢感谢感谢，感谢大家的参与。那我配打那个了，苍蓝星，我先接哦。全部都是普通的融合武器，可是我应该要先下去的。嗯，你要先找大团长或团长。啊，全部都 rank 六啊，都这垃圾，我可以全部卖掉，对，全部卖掉。卖呀，反正你没有要留着，因为我仓库快满了。对，六的可以卖。嗯，六的好像只有一把那个什么桶枪的。诶，雷吧？不是不是。雷奴不是阿八的吗？我看看。要怎么卖啊？卖过了。你在箱子那边可以卖啊，售出装备啊，箱子就好了。嗯。哦，有欸。啊，装备在哪里？嗯？嗯？箱子装备跟道具是分开的，你要选择确认售出装备。感谢。阿草。车后抽奖抽了回来，努力去外面抽。我们要买80系列啊，我买70就够了，70够了啦。对啊，80。我要看一下哦。不是啊，我如果钱很多，我当然也想买啊，对吧？重点是我没钱。2080 Ti 吗？还是2080？2080。看一下微信的8G 25900，还有29400的294。天哪、啊！叮叮啊，买不起啊！然后2070的话，2070我就一就是差不多2万啊，2万。两万左右。有上面爱心，嗯，红龙的爱心，爱心。就是哪个是 R 六个？一个是好像桶枪哪一把？我看，嗯，哎、欸，我那天好像有贴在啊，白色，贴在哪里？啊，贴在吃，我是贴在猫山猫山那边。哦，是吗 ？TI 价钱是变三倍哦，多少啊？才38000还是多少的？我觉得，哇，太贵啦！它五行是这个，我看一下。哦，金色筒枪王。王哦。嗯，啊，其他 R6 都不用。R7 的话要流光就只有。呀，我有金色的剑王，不对之王，这个，耶耶耶，噔噔噔，那个是，这张是 R7的 ，R7要的，对，海螺之海螺。我声音有点小，哦、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我觉得还好。会越讲越小声。哦，对，这倒是真的。哒哒。你
们好了，可以进来了。他有没有分类似一次用等级分的啊？我有凯罗冰装哪一个啊？有个一 rank 分不是吗？差潮稀有度啊 ，rank 就是稀有度啊，一稀有度去分啊。哦，好，轻松多了。等一下啊、哦。他开始是出哪一只啊？灭镜吗？不知道。灭镜、阎王跟钢龙。钢龙是打好了。打啥？反正我就换回来。灭镜、阎王、钢龙。好。苍狼星，苍狼星。苍狼。苍狼。这样。我用什么跟你打、啊？他在哪一边出来？不知道，没打过。我是从16。好，那就从16。三万整很棒，可以。很贵。没有，那个干爹他们今天在刷那个一块钱嘛，刷到整数。哇塞！你说那金币吗？对啊。他刷到整数。送礼物的整数。好了，他们要去打凶威龙了，对吧、啊？难得找到人啊，就有人一起打就去打。我之前一个人打好累哦，打太久了，真的。刚刚好整数，可以。哦，被丢包了。哇！进呀，奔！他一开始不是灭镜啊？他有顺序吗？记得有。对啊，我记得是有啊。那他显示先显示。看他显示的话是钢龙。他是先对先钢龙，钢龙的话要是从八吧。八八，拜八。八八。八。八八六。六五六。这个我不。钢龙哦，啊，最会弹刀的啊！钢龙要换另外一套，我去换一套装备。看到他了，重要的。嗯，哎、欸，那我要不要带笛子啊？我换笛子。都可以。好啊。重压无效，压无效笛。重压无效。八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有没有按错？有没有按右键？按到左键去了。风飘的那一把吧，好像是。那锤子，哦，子弹不够用哎、欸！哇塞，红红的，我准备看到他了。给你礼物来。只有一个礼物可以送他耶、欸、忘记补货了，我的礼物用完。哇，哎、欸，你们好了吗？等一下，他在打哈欠了，他得要钱。他一起来我就马上回了。好好好，你们打，我来了。他还没起来没关系、嗯，他一起来我就回。一直也来不及催，你们先打。嗯。还有一个啊。嗯。松压无效的没有啊，你没有听错。啊，我没有补巴西。啊，你们先打啦。还有一个还没上来啊，还有在底下、啊。还有一个在混啊。我用个子弹，等一下。因为我的侧甲榴弹不能用了。你那一把不能用是
没有，没材料了，那就走了。那就没办法。好，都在 WiFi 里面了。好，他起来了，我打了。好，打了，他已经起来了，他不掉。好了。哎呦，痛！给我你的头，谢谢。还是很痛。哎呦，真的很痛。他又不能一直闪他，他有点小只哎，是我的幻觉。还好吧，是因为我们刚一直打那一只，觉得大只的，嗯。他可以闪吧？不行闪吗？不，只能闪三下啊！好，闪的次数最好是他回巢穴的时候，那时候再去闪。看到他就想到我还没有他的尾巴。你又想到他？他还少一条尾巴。你要做鱿鱼吗？对呀、啊。每次看到他就想到少一条尾巴。哎呀！感谢 CK 棒棒啊，不是棒棒，这个好棒棒，好棒棒。嗯。哎呦，风啊！太大了，风太大了。哈哈，感谢棒棒。哦天哪、啊！你又跳我，他好过动哦，我有点受不了。好，欸、不能拿中的。啊，我画面卡着了，有人死掉了。对，队友，太雷啦！哎呦，好大口气哦。嗯。口臭哦，大吐一波！哎呦，哎呦，谢可恶，没吃到。好，你的头。下来。给我会。超难！我吹了三次，三次都失败。你给我吹一下嘛！不想被断掉，被风吹走啊！哎呦，痛！哎呦，又来！不给我吹笛子哎、欸！不想让你吹，要让我骑你哦！警告你哦！哦，哎呀！哎，这个巴掌把我巴晕了，好难戳中子。对啊，他叫风翔龙。嗯，他叫特朗德。哈？对啊。为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觉得他很像特朗德。哪里像啊？哪里像？他哪里？你再看他脸，然后鼻子红红的。鼻子红红的也有啊，那麋鹿鼻子也红红的、啊。不知道，我就直觉要奥特朗德。你的世界观很狭隘。只要鼻子红红的就很像。只要鼻子红红的，然后脸长这个样子，就是奥特朗德。哎呦，还是跑来跑去。不要不要，大的，大口气大口气。喂，好大。真讨厌打这只，我也不喜欢打这只。虎龙我最讨厌就是打这只。我也是。但过动，那个神经病。进不到他身旁啊。那你就打不到啊，然后你不喜欢超虫打他，难怪说打他你就超虫就毕业。那跳过去就飞走，跳过去就飞走，不知道打。
哎呦，我还没走进去。又晕啦、啊！又晕啦、啊！哎呀，感谢。大的。隔壁有换太大哦。哇，这打一轮就被弹开，飞走了。我阻止他飞走了。还是飞走了。嗯，炸他两下。哎，感谢林卡的关关。他是上去不是？干嘛？